欢迎桑布依吕强。马老板，大家晚安。罗嘎西木瓜啦，大家好。哇，很高兴又再度在35届的金曲奖担任颁奖人。那吕强有这个经验吗？哎，真的是第一次哎，好踏实哦，这个舞台。对啊，然后今年入围的每一个入围的人都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吧？是我们很欣赏的乐人。对啊，还有我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会歌唱的叔叔林广才，哇，他今年也入围了，恭喜！那我们是，那我们就先来看今年金曲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入围的有，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，吴炯恩、吴炯。广才与老乐手雅维莫瑞、雅维毛瑞、玛嘎夫、真爱、伍思爱。哇！得奖的是第一个字叫吴，伍思爱。专辑表现丰富题材，完整的保留也诚实呈现身为人母后的人生情绪，连结城市生活的记录，声音情感具层次与厚度，超越语言界限。等一下，这个可以调高一点吗？这脸呢？发给发一，萨利嘎嘎努莫瓜马布鲁，哎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伍思爱。首先，我要先谢谢金曲奖，谢谢评审，听见我的声音。你们给了一个从部落蓝色小货车一路唱到比赛，唱到舞台剧，唱到做专辑，即便在梦想路上有跌倒，但是仍继续不放弃唱歌的伍思爱，谢谢你们给我一个这么大的肯定，谢谢。我要谢谢这张专辑所有参与的人，美感我的制作人阿良，谢谢周汉 Lights Out Studio， 还有专辑的设计小 B 以及伟群，你们设计了独一无二的专辑，纯手工的，我们还没有卖完。谢谢所有每一位参与这张专辑的所有的音乐人，袁冠、徐云老师、Hugo、DJ Question Mark、俊霖、Yellow、黄轩，还有我的大舅，还有美花大姐，所有的人 ，USB， 还有每一个部落的人，谢谢你们给我很大的鼓励。最后，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我还要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安安，你无止境的等待，还有我最爱的老公，谢谢你们，掌声荣耀归给神。